欢迎回到路灯灯街啊。好的，废话不多，因为本来想说可能会不一样，但终究还是它不太一样啊，要 cover 一下。我们欢迎学大，耶耶，学大，你知道吗？其实带着的时候相对会勇敢一点，毕竟不需要抛头露面。这就跟在网络上的时候打字会比较呛一样、啊。对对对对对，类似，你忘记自己这边不是网络。对对对对对。好，那学大怎么样？什么怎么样？怎么样，徐大？什么怎么样？就是这个东西的话，一直有人都在讨论。那这边先跟大家公告一下，这个面具没意外会用到2020年。到了2020年之后，我们再换一个新的。好，真假的要改版是不是？上面加多加一个雪之类的，雪肉人，对，雪肉人。那你这个概念到底哪里来的？我从来不没有详细的理解这个东西嘛，西瓜人，西瓜对不对？你知道以前还没蓬勃发展的时候，大家开台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爱骂脏话，电动打不好就骂脏话，冷凉大西瓜，有没有听过什么香蕉你个拔辣？就是因为不能骂得太粗俗，我们只好用水果代替。那就你妈的西瓜吧，那就你妈的西瓜，所以你就变西瓜王子，西瓜太阳。对啊，但啊，殊不知这看来大家还蛮好这一位的。平常没吃西瓜，但是在实况上骂西瓜骂得很开心了。哦，反正他终究就变成你的形象，然后是你的专属用途的。是，但都是巧合、啊。这样也好，这样你就不用再特别设计一个自己的形象了。是这样啊，但是因为也不能开，又不像你们在座几位那个、这个东西拿下来，那个看的大概。先少20人，不会啦，那也才少20人，真的，人就没很多了，人就没很多了。LD 那边20人有差，不会不会不会。对啊，有机会引接一些过去给你，这个也可以一起。好，这个面具引寄给我，可以可以，就是继承哇，你身上都是继承人家的东西，又是皮卡丘，又是学大。对啊，我现在是拼装人，继承一切之人的。那你现在开始就是从前阵子你不是接了 Sony 的那个俄罗斯方块的那个活动？本身有玩，那为什么愿意终于踏出家门，我们的南蛮地区？对啊，好，这个问题其实还蛮切中核心的，对不对？因为没有会玩俄罗斯实况的实况组，对，就因为这样子吗？实际上是，没有人专职的在接之前会先研究一下游戏啊。那这一次他当初出来就是打着 VR 噱头嘛，然后强调说就是啊，我们这个跟一般的俄罗斯方块不一样啊，这个东西你装上去之后就全新感受。刚好那一位制作人水口哲也以前是做过很多非常有名，我不确定你有没有听过一个游戏叫做《太空频道五号》，有，他做的。对。它是当初出在 Dreamcast 的这台主机上面相当著名的节奏动感游戏。对，那他出手了，就是想说，哎，这个家伙来做俄罗斯方块，不知道有什么搞头。结果玩了一下，哎，好像不错。我以为你要说好像不怎么样，不行啊，说出来，真的说到那个 case， 我看就吹了。那你有实际带过 VR 玩过那款游戏吗？哎，有。怎么样？有，真的很屌。那个只能说。VR 画质真的很差、啊，对，真的很差，叫1940P， 然后看到2020年有没有办法再变成那个720P？ 哦，因为其实应该你们如果在座有玩过 VR 的，第一印象就是模糊。PS 的是这样，因为PS 它本来支援的画质就没有很好，对，画质也低了些，本身没有办法就是做到很高的画质啊，所以，那你就是不带 VR 玩反而比较好玩嘛？这一款就是俄罗斯方块效应这一款。俄罗斯方块会因为画质的关系导致你玩的好或不好吗？可是空间感很新鲜啊，例如，在玩的过程中，他都有那些背景，他就很强调说，我们现在不要做跟人家，他们不是最流行的，我跟你战斗，然后两边打来打去，打来打去，然后杀红眼的，整个人开杀，丢道具啊，丢能力啥的。对啊，你让那种菜逼吧进去玩，他们就好压力。然后我干嘛？我只是想来玩一下，然后。被碾杀，直接车过去，一下就挂了。我方块放3块，你给我消30盘，之类的，啪啪啪啪啪。那应该是基于这样的开发理念，所以他们就想说，我们要做一个就专程让人家放松的游戏，可以享受的。对，那就是强化音乐嘛，那强化背景啊，像在玩的过程中，除了框框以外的那些背景，如果加上 VR， 你就整个人都在。那一个环境里面，然后你左看头右看头，然后也不用担心说会死。他甚至还开发了一个模式，叫做你怎么玩都不会死的俄罗斯方块。他自动帮你一直消就对了。没有，顶到底，然后重新再来，不会白掉。游戏不会终止，反正就是放松。那他就完全没有就是对战机制或者是互动机制嘛这一块。
还有一个蛮有趣的东西啊，像手机游戏这种东西，有一个名词大家应该不陌生，叫做古战场，或者是共斗，或者是副本。古战场，他们居然把这个概念导入到这个游戏啊！这游戏可以打古战场，它有专属于周末的特别活动。在每一个周末，现在应该是礼拜六的晚上8点吧。在8点的时候，他们会。我们全世界玩家大家一起来，现在开始24小时，我们有一个目标积分、然后你们有打就有分数，那多少多少不是问题，有打就有啊。等到结束之后，如果结算，哎，达成率100%，恭喜，我们发放小礼品给各位。什么样的小礼 品是什么？通常都是一些个人头像或者是装饰之类的游戏头像，但是你没参加到，很抱歉，你这个就拿不到。所以你只要至少打个一场之类的就会有。打多打少没有差吗？没有古战英雄吗？古战英雄，我们刚好实况最近没什么 ID 了，有古战场马上可以先消24小时的节目内容，然后就开了24小时。不好意思啊，各位，那个三次台湾都替我们世界争取到了第一名的位置啊。古战场比较屌啊，就是所谓的。当然也比较屌啊，会一直玩是因为聊天室很多古战警察、没有打，你怎么还在这里？没有给我打分数，打一，还敢开台啊？没有开台还不敢打、你知道你剩10小时吗？我睡觉、大哥，快点睡觉。是这样子的设计，对他排行榜下面还可以看，接下来你换到排行榜下，你就看到很多一分的，我打2万分，然后下面都一分的，他们也有奖品可以拿，一分之位，所以他没有分别。就是贡献度差异，但是拿到奖品一样。哇！所以我接下来我就跑去看那个实况列表，有谁在玩的，然后那老外在玩的，台图 work 该工作喽，该工作喽，还在玩什么游戏啊？还不赶快切回俄罗斯方块啊？人家当古战场警察，我看他们当的还蛮爽的，我自己也来，也想感受一下那股趾高气扬的心情。对，好来。难得机会，难得。我们上次聊天已经好久以前了，2年前还是去年？2年前真的好久，应该是2年前。这家伙都比你近。对啊，我觉得你们的交流次数可能还多一些。我上次他没意外的话，应该是在8月的活动接触到我的，因为他访问对不对？他访问嘛。那时候 Sony 有做那个访问小短片啊。哇，开场就草莓田这家伙，对，你说那个 PlayStation 就是那个花博那个嘛，我心里面就因为对我来讲，实况还蛮好玩的，很像在玩文字游戏。玩文字游戏不是剧情发展都会有选项 A、选项 B、选项 C 可以选择，然后选择都会有导致不同的结果。是，跟这个家伙他一讲到草莓田那个选项就出来了，你知道当初想对，当初原本要选的选项你知道是什么吗？当初应该是这样子，你问我草莓田的事情啊，然后LZ老实说，我的草莓田。没有篱笆，没有篱笆，但是不能讲，那是公开，那是公开场合，对不对？所以那个选项就互动一下。你要讲什么嘞？我还把它暂停，特别停下来，细心听了一听 ，doki doki 了一下。没篱笆还蛮 doki doki 的，用没篱笆其实 doki doki， 但是想一想那个场合好像不太健康，对不对？而且还录下来了，对，就只能更想母汤，对母汤。那现在讲出来是已经跨过那一个鸿沟。你也有选项啊。我是怎么了？没有有选项啊，那个魔兽也有我的份啊，梅西早也有我的份，然后就背得如此污名很久了。那时候又有选项，其中一个选项是在卤蛋出席公众场合去上厕所的时候，我马上跳到旁边的洗手台脱光衣服洗澡给他。三小，这是为什么？但是如果这样子做，在洗刷污名之前，可能就先被抓走了。对，不是，好像会多两个污名啊。洗一个多两个的意义在哪里？好像没有赚，对不对？一辈子的。所以想一想，那个选项还是不要选化掉，不要选化掉。这是无法理解的话题。啊，没办法，讲到五彩学，然后又不洗澡。到底是为什么？为什么你不洗澡？这个梗的主要发源地是哇，今天要让我真的好好洗吧，真的让你好好的洗一下。我刚路过，你有很多东西可能都需要解释一下。你今天也生日吗？对啊，怎么你今天生日哦？先从。我没有意外的话，从那个梗开始之后，我一年大概有过360。你是生日歌、哦？现在已经不是人类等级，就等比急速成长。生日歌，那个很无聊，那个真的很多东西，你发觉就是大家那边朗朗上口的时候，回无聊，回溯原有原因都很无聊。我只是跟连老外都要问我说。
Today is your birthday. Wow, wow. 然后哇啥笑？今天是你生日吗？我某一天心血来潮跟大家讲说啊，打电动。我说啊，各位啊，你们每次现在聊天室都安安啊，早安啊，午安晚安啊，啊，这来来去去都那几句，这很没创意啊！一定要我们实况组提供创意啊！你们做观众的，就是偶尔来一点口味不一样，像是。那个生日快乐，今天天气不错、啊哦、好死不死刚我讲这一句、哦、就变成今天我生日 就招呼语换一下、哦、结果我什么不好用用了这种莫名其妙有了安安今天我生日哦从此之后天天生日天天今天你生日吗对对对生日哦、啊、好巧哦你跟彩学同一天生日啊哇每一天都跟彩学同一天原来是贾斯汀生日歌啊今天我生日哦贾斯汀生日歌比较好笑一点别这样 很久没上去导然后看一看哦，久久没上到，已经倒这么久了，算了吧。凉了，哎哎、欸欸，你的版面很特殊，你有特别，你好像是蛮早期就自己架实况版面的类型。嗯嗯，就是你爱我爱玩爱设计，想说今天可能要玩，主要是老游戏玩的比较多，重画质都好差，对，然后你又不能拉到720/1080p， 那个一颗点阵那个像素，你要把它拉到多大才甘心？差不多9×9这么大。那太大了，那只好就这边装饰一下。我觉得、哦欸、超级玛丽啊，旁边摆个图馆、地板装饰一下，上面摆几朵云。而且我做着做着，哎、欸，好像还蛮好玩，而且重点是很有特色。做出点心得，做出点心得啊！就我今天玩这个游戏，排一排，看起来大家应该知道，我今天要放个有纹身的，大家知道我要玩什么人中之龙什么的，就 sense 问题啦。是啊，他、觉得排出来居然有观众说。我觉得彩学你实况的特色应该其中之一是面板，我说有啊，有这种东西吗？有，这还蛮那个特色，而且你常会挂台，然后这边跑新闻，那个也是啊。哦，那个、哦。然后就啊，台湾就没有做游戏新闻，不是这样，啊、不是这样，不是，是啊，是这样，是这样，没错。别说出，我又没差，这个时代你要继续吹，继续讲，不然没有人要重视你。没错，都没人要做，是不是？就赶快去做，都没人要做，只要我们学大做、欸，想到了以前有人做，倒了，卷款逃逸。哦、不好。那嘉宏是做游戏新闻的吗？就类似那个网站的架设主力是这个。哦，没有错。那就是因为自己也喜欢游戏嘛。那、聊天室主要是给聊天室增加一些可以讨论的话题，因为大家其实会来看，大家都是除了看漂亮的，然后看好看的。好看的，好看的、哦，谢谢，行李箱挺帅，行李箱那多少当然离不开电玩了、啊。那电玩有可能最新有什么新消息，然后丢出来，例如说XXX手游，听起来没人要玩的手游，居然一个月可以赚9亿，我的妈呀，是不是之类的？那之类的，真的是手游天尊，开玩笑，虚的啊，对，然后就诸如此类，你这样子在实况中，其实对实况组想一想有好处，因为大家有东西找你聊，你就有东西可以讲，你有东西可以讲，节目就可以做，就可以赚。对，那就叫可以赚，还再说，可以赚再说，是不是？先有人看再说，先有人看再说，有有得赚，另外一回事儿。对，哎、欸，之前有偶尔看到你的实况是，你会把视讯加在天花板是怎么？对啊，啊都不露脸，监视器，其貌不扬，张头鼠目之辈。不会，习惯之后马上就变帅了。但是又不能没有啊，但是又不能让人家觉得说，这都不知道人到底是有没有在电脑前面要放个新闻在那边跑，是想偷工减料啊啊，摆个视讯，有人在走动，好有人。哇，你这样不能做坏事。你的角度很神奇耶，啊、就是刚好都会避开每个人的脸之类，都是背影，要不然就是只看到像或是腿。哦，那个站在天花板瞧半个小时，瞧那么久。对，我想说这个画面。也是放的很屌、欸、那你有不小心就是偷偷的抓个该逼之类的路径过抓个该心里有知道有东西在拍、哦、所以只能稍微大腿内侧稍微这样夹一下夹一下摸一下而已那不会一时之间平常习惯暴露然后就还是不小心、我的因为房间小小的那视讯在切我是刚好切到床的旁边、哦、所以旁边床的地方拍不到、哦啊、说到你的房间小小的你蛮常找其他实况组到你们家哎、欸，那你们家到底怎么睡那么多人啊？睡那么多人？对啊，就是睡厕所是不是四个人挤一张床之类的？
哦，还蛮学生感的，就是床上躺两个，最多客人多到要躺到三个，请你真的、啊、床上可以躺到三个人、啊，这么厉害、啊？那些人这么能睡啊？就什么能睡？那个早上起来看到三个像木乃伊，然后挤在那边，然后冷气昨天还不关，开了那十八度在那边抖。那你人那时候在哪里？在开台是不是？没有，我那是我家，我可以睡我爸房间，我妈的床。哦，靠 ，OK， 原来是这样的。那沙发什么？就是学生时期你。你睡怎么样？睡在朋友家，大概就是那一种sense、哦。自己分啊，就自己分自己找地方，自己挤。对啊，地板自己铺一铺，自己躺。嗯，也是困难的去你家。啊，因为大家都专程来玩的、啊，可能有些人还说，哎、欸，放假又认识朋友，放假打电动好不好？啊，来、哦啊，你不觉得就是叫人家打个尽兴，然后可能那个十一十二点又要赶回去，好累，然后你干脆睡觉好了，睡在这边挤挤，能睡就好。结果到最后现在是变成我问我的来宾啊，那个。你还记得洗发精放哪里啊？哦，后面柜子、啊，是吧？已经当你家了，对啊，全家我家就是你家，对对对，都是我家，欸、全家都当我家。来，我看一下，我比较好奇的是学大看我的来源是你吗？不是，最初的、哦、学大看我，今年对，今年2018，今年2018，对对啊，今年2018，你还有专属论文，采学台真的很酷。我有时候看不懂他在干嘛的时候，从来没有问他在干嘛，所以我现在还是看不懂他在干嘛。From TTT C chat， 人家贴给我都傻了。彩学台真的很酷，啊、真的你还是有种电波性。进、啊、来就问彩学，彩学你今天要干嘛？你问我干嘛？我自己都不知道今天要干嘛。那开台开了再说嘛。哇，对不对？原来你是这样子哦，你是先开了之后再想干嘛的事情。都会有，就偶尔像是想说，哎，总之先跟大家聊聊天，搞不好会有 idea， 想说今天来玩什么给大家看。还、啊、有些是，哦，这款游戏他们等超久，是时候了，来一下，就都是这样。那你讲到的刚刚那个问题，我们在一月实况频道一月的时候举办了一个以 RTA Speedrun 为主的活动，嗯，对啊，我就去那边各种搜刮。奖品回来，那提供给大家啊！你跑 speedrun， 因为大家都知道 speedrun 什么，但是大家都不熟啊。我想说，不要觉得那种东西好难哦，就是高手才跑得起。其实不是啊，你只要玩个游戏，打个通关，拿个码表，按一下计时，那个都叫 speedrun 了。嗯啊，为了不要让大家有这种太过遥远的认知，我跟我的工作团队就 MOD 啦。讨论了一下，我们办一个小小活动好了啊。有一群人都是视力眼的家伙，不是，就是不太熟悉。那我们就给他们一个 SOP， 就是你只要来，然后跑一个成绩，上传到专门有在统计的网站，一个人1000块啊。我报，你给我，我报好不好？拜托，这么多是不是？报不要。就可能抽一些什么 T 恤之类的嘛，那你有成绩，我们就让你得免费的抽奖券。那我每个月、两个月、三个月统计一次，然后大家啊来做签，来不是黑箱一下制作签哦。那抽奖啊，恭喜你就这个月的新得主，我们再送出奖品。然后办了为期一年吧，刚好到今年就结束了。大家食髓知味，因为我们都会除了抽奖以外，还会揭露一些跑得不错或者是很有话题性的 speedrun 画面，对画面。后面每个都是学长，我刷分了，看我啊，学长刷什么分？越来越多人，那也有一些跑去打蒙夯的 RTA， 嗯，就其实还有不少，包括在之前叶子主持的那一场活动里面，不是拿了第二名的那两个家伙，他们就是。也有参加比赛，然后都投稿《魔物猎人》的成绩。你办的那个？对，哦，那他有叫你看他吗？就是他们开始。他们就是龙头吗？对，然后学大看我对。哦，终于刷我打三个小时了，学大看到没有？那你最后真的有看了一下他们吗？还是不会看你，还是不会看你。我觉得那个其实蛮 epic 的，我吓到了。那一天他们在那边讲。啊！我正在场地遥远的那一端打电动，突然聊天室跟我说：“台学，赶快去，赶快去会场。”我说：“发生什么事？你赶快去啊！看不得了，出大事啦！出大事啊！还能有什么大事？”我戴着面具摇摇晃晃，然后走那边看，然后不看还好，一看那个布告栏、那个投影幕，我都傻了。然后学校看我，然后后面对我再一次几分这样子，业主对不起。
干嘛？怎么了？那要他们念那一种东西，成何体统啊？哦，他那边就是有留言。我有上去问啊，问说，请问为什么你们把队名取成这样？因为是有学大，他们就沉默了一段时间，说，因为我们希望学大看我。我觉得我那时候有看那个 VOD， 我会笑死。我觉得频道已经无法提供更多资源看你们，不好意思、啊嗯，真的。为什么？这个队名的由来是？对啊啊，刚好那两个都很喜欢玩这一套啊，我觉得绝对400%、想不到队名了，那就学到看我吧，真的。然后最后问，那你们拿第二名了之后有没有什么感言？不知道要想什么感言，所以希望学大看我吧。对 对, 對，我就是一个借口，你懂吗？当你没 idea 消费，我感觉就是最好的方法。那这很屌，就等于说你没有花钱就赞助一支队伍一样的感觉。谁要赞助？哇，免费帮你大量宣传，免费帮你那个、欸，在整个世界上的第二名，對绝对不看，气死我了。人家说平常人家那个什么 Sony 叫我们出钱，叫我们挂他说你不要，我要挂学大看我。请你用这个当做。我们的战队服啊、哦，真的，我喜欢我的队徽就是这个脸，有一个西瓜贴的西瓜，我觉得很 OK 啊。你这个还刚大小刚刚好，就是一个漂亮的圆形啊，还左右对称，真的哦、因为它。你们知道聊天室贴图其实都做小小张嘛、那你就要很计较那些边边有没有切到 啊半透明啊，那边用、然后在那边拉半天，明明是一张这么简单的图，但是采学资质努顿，人家居然花了5个小时才做出这种东西。不会啊，我觉得其实概念蛮好的，而且蛮好看的，真的还不错、啊。就是你了，这个就是你了，以后的未来的虚拟形象。跟你说要混到2030年没问题。那你不是2020年吗？对啊，再加十年，再加十年是不是？好 ，OK， 差不多了。我觉得我们时间越拖越晚，该打电动了。打电动，今天是。就是因为学大他玩游戏都蛮强的，是，然后一些跑游戏也蛮强。等一下，谁跟你说很强啊？我学大讲的，学大讲过是不是？他信他了，来啊！对，所以后我们挑战他，然后我们就挑三款，真的蛮屌的。来，就他，我们挑三款。今天玩什么？我们就针对我们觉得各项目没有机会打赢他的代表去打，那分别是俄罗斯方块，对，然后跟任天堂明星大乱斗，跟节奏少女，节奏少女，哇哦！没错，看一下战局表。战局表，目前就是长这样。目前就是叶子连胜，对，你也太强了吧！叶子五连胜，他是这个那个炉石杀手，炉石帮杀手，每次都要强调一下。真的，然后我是炉石被杀手，炉石帮杀手，炉石帮超强的，打不赢的。我也是炉石被杀手，对对对，被炉石，真的被炉石，被炉石。好，那目前的战绩表就长这样。可是游戏应该是固定好吧？就是这三款了。对，就是三款。那是怎样？我们选吗？我们选啊，因为它比较强嘛，我们就觉得任由你们摆布了，变了是不是？对对对，那我们要逆当家大挑战。好，那就是我们三个下去排。对，谁节奏少女比较好的？为什么要挑这个游戏？谁俄罗斯方块比较好的？因为他喜欢玩 DJ。为什么那么介意？为什么不是这个游戏？不是因为节奏，我是说节奏少女。为什么？为什么选择了节奏少女？因为我觉得没有很不节奏，节奏的我也是那个节奏糟糕了。那是木鸭游戏，跟节奏无关。所以是木鸭少女，不是节奏少女。对，它比较偏木鸭少女。好，我想我们还是要排出那个比分啊。就是挑这几款，就很明显哪个要打哪个喽。节奏少女就只有有力打出来，大乱斗你说你比较爽，我不就要打俄罗斯方块？所以你现在在苦练，你这现在在苦练，但求一胜。啥？承让，有心对上五连胜，真的，俄罗斯侠女。俄罗斯要败了，就是你了，就是俄罗斯侠女，俄罗斯侠女刚打了，侠女爆炸啊！因为俄罗斯侠女，我也可以打俄罗斯方块，你打节奏少女，怎么样？你们决定？节奏少女我就不行哦，妈，就只有我能打大乱斗，超尴尬的。你就有玩大乱斗吗？对啊，他最近有在玩，妈，都自己扛勇敢过来，而且他还自己有勇敢，我只是单纯怕手把不够用而已，自己带手把，那一只没有，这一只他是普罗化很屌，我想拿烂屌狗啊，我们是组合色，他是一体成型的，不早想我也带我的普罗嘛的，来，不能让你知道我有备而来，真的是有备而来，不好搞，来，那所以谁要俄罗斯方块，谁要节奏少女，你们两个决定吧。来交给你，我试一下那个节奏少女。好，让叶子感受一下。但我觉得有音乐，严格来讲还没试，我还没，其实不太了解这款游戏，刚好教学一下。哦，你说这个，他就超木压，然后节奏感其实真的，你就零，没有到零，大概10%而已。太，对，完全没比较好。木压要求极高，我觉得啦，你听听看，你好。你觉得好像似有若无的那个拍子，太飘逸了。
但是概念应该是跟节奏天国类似，差不多类似的，类似的，反正就是到点跟着按就对了。到，我现在不知道到底要听音乐还是看他的脚，有他脚有一个打点，到那个点的时候按刚刚好。所以感觉木鸭相较比较可靠一点，对，没错，对不对？我也觉得木鸭可靠一点。好，没问题。还有叶子不错哦。他会不会就这样，那莫名其妙又把我干掉，拿了一身？有可能，有可能，对不对？有可能。那二十方块，我觉得叶子比你屌。叶子整个进入状况哎，你不如打，不如玩二十方块。我明明就记得叶子也会玩音乐游戏。对啊，对啊，对啊，所以我才想说这东西他也可以打。所以严格来讲，我今天是被阴了。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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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啊！你还带这个专用手法来，他妈的，很屌哎，很屌哎，哎，他 combo， 他好屌啊，他进入状况了。哎，不行啊，这个无我的节奏少女。没关系，小珍你还差一颗剑，专打第一关，哎、欸，就这样了。真假的，你只打第一关，就我的分数了。别闹了啦，欸、不行啦，你到时候要重新啦。啊、嗯哦，我只会打这一关。好，那就怎么样？毕竟是我们决定的。他打节奏少女好了。那好，那就是。那我有专开。那要 reset 还是用这个分数？但是 reset 啊，来由你，你说话，你最大，你说话。对，你说话，你要这个分。好啦，公平起见，我们打第二关。好，好，然后让学大先测试一场看看。好。来，那就差不多了。等学大测试完了，我这边有听到，他这边听这边音乐。真假？你要直接听那个，你不听耳机了？都木鸭少女了。哦，好吧，是有道理。然后我现在要点这个，是不是？点二，点二，二二二二。然后就 play 了。这谁玩的？好猛哦！三两次机会，三次，两次好了，两次，两次取最高分吧。然后我只要点这个就开始了吗？对对。不是啊，你再点一次二就开始啊。我再点一次二就开始。点右边的，再点一次二，它变成播放键了，有了。那这一场先测试不算分，怎么样？没关系，输了有借口。第一次玩，好，那你等一下就是第二次玩了。哎、欸，不对，我跟音乐干嘛？这木鸭少女。可以可以，学大稳的。真的没对到、啊，神奇吧？可以练习一下，超神奇耶！这游戏，感觉东西应该是掉到他的腹腔那边，腹腔，腹腔那边，他巧妙的踢开了。对，彩泉应该是第一个来宾玩这游戏第一次打最好的，真的，真的有底子。不要再说这不是节游戏，你看人家还不是玩的蛮屌的。一定要说人家木鸭能力好，也是有对对对对。当立回再打。而且我第一次把全手听完，也这有困难字，你不会这个区一直打哦，原来是这样玩，好了，哎呦，好猛啊！32600，三二六零刚刚好，好了，
觉得你刚刚讲10%应该有点太夸张了，我大概是12%，然后大概多2%，原来有个2%左右。而且其实你戴着耳机，声音还会有点差异，因为那边的声音有点快，好猛，好像有点慢的。换叶子再试一场看看的吧，直接比分了吗？对，直接比啦，直接比分了。对啊，对啊，就是两次嘛，但这样等于学大用了一次了嘛。他第一次状况这么好，我们就直接扣他一次了。好，好啊，好，没问题。来，那就是各打两次取最高分。嗯，换叶子的第一 round， 找找。我跟哎，不对，我今天应该站在男性这一边。哎，今天要让女性实况组力吞一半，力吞一半，力吞一半。哎呦！不要在耳他在他耳边讲一些煽情的话。学大，还是不太会看。学大，他戴耳罩没用啊？有吧，或多或少吧。学大，学大，学大。看我！可以闻的闻的，猛哦！不过这种东西真的是有底子，有点差。有有有，绝对有点有的。因为他虽然不是对拍对的很准，但加减还是有的。就是不熟不同手啊。所以之前也有不少来宾来玩挑战的是玩这一款游戏。对，有。通常就是你看现在 combo 多少？60。通常接不出8 combo， 然后游戏就结束了。对啊，他所以他是会 end， 他是会玩到一半。他有血量，黄色的血量，左上角那一条就是血量。對對對，踢到补，然后没踢到会一直扣。哦，我一直以为，抱歉了，那智慧型装备，我一直以为那是电量值。不是，那是你的生命值。而且这个应该怎么看都知道。拿谁的魔杖？他今天很不休闲的，他很猛哎！他今天是要来打败你，他今天有备而来，有备而来，他是来打败学大的。我要 combo， 而且如果你们分同分，就要比 combo。哇，我来宾呢？我觉得应该分四。这待客之道哇！我们就是以实力来那个的，这是拿出最大的尊敬，对对，最大尊敬尊重。破表了，我糟了，没有蒙的。那么叶子以前打游戏没有这么认真。实况组生涯最大危机，最大危机干嘛？非常顺，你要隐退了是不是？不要，我觉得要发表宣言，可以先隐退一个礼拜，先休一周。对对，先休一周。超强！天哪、啊！哇，分贝到27啦！哇，特别都可以接出5个、啊，100，他的砍我还没到、啊。太夸张了啦！你们这边就是很讲究运动家精神，可以去打玩家的手之类的。不行，这样会被黑，会被黑。你公司没有露脸就会被黑了。他有点不太在意，有点不太在意啊。最后这个拍子比较乱，他对对这种东西，我还是有过200砍我。刚是三拍脸吧，他刚那个脸点还蛮难。嗯，他等下可能耳罩拿下来会牵拖，就是那个滑鼠我觉得有点问题。学带在旁边靠背靠步的，哎，你有点太认真了，赢了，你有点太认真了。47475，学大你还有机会。47475，200 combo 整，刚是36。3260，只要他现在是新纪录了啦，所以只要过这新，只要过新纪录就知道了。这给鬼过，你还有一次机会，学大 go。好了，你确定不戴耳机吗？没关系。你戴的那个哦，不好，不容易戴耳机。木鸭少年来，好猛哦，木鸭少年，节奏少女，木鸭少年，究竟四成四败？他的关卡固定，就歌曲也固定，对，都是一直踢，然后但没有歌不同。没关系，游戏相对简单点。对啊，操作性好。哇，学大雨落，惨了。大感觉到错拍了，
哎呀，学大，差一点点啊，学大，真的差个大概五个 perfect 左右吧。我看你刚六连结的时候，真是吓了啊，电菜鸡啊，可惜啊，原来又让他得逞，真的节奏侠女，节奏侠女，节奏侠女，厉害，这边看来就是靠节奏侠女拿下。先我们替我们拿下首胜了，耶！然后我们玩俄罗斯方块，真的换你了。俄罗斯方块怎么比啊？俄罗斯方块打同一关，打分数。你可以打分数，也可以玩一些比较特别的模式。比如说嘞？比如说有什么？就你比较熟，你决定一个可能比较适合的。哦，好啊，看是怎么打。如果来，我看一下。来，要赢学大有机会，应该就只有那个会随机出。我就知道你想说。对，没有机会赢，好不好？啊，这个就是我说的，这个就是我说的那个奖赏活动奖赏，然后如果达成的话，就会拿到这种东西。Airplane 个人造型，对。可是这个只要贡献一或贡献一万都是。哇，我第二名，你被超越了，变成老战英雄小日本仔。对，然后你这个一直拉到后面，就看到一分仔就会气死。我只打一，他们拿了跟我一样的奖品，然后他们只打一分，我最生气。以后要出古战英雄了，对，不然大家一分跟一百分贡献都一样。根据本人的感觉，我宁愿当古战警察，古战警察真香，不如去靠背别人好了。真的，那我想一下、哦、SS 如果要单体悟心灵想的话，那好啦，玩这个就随机，你想看这个会有随机效果出来的。来，这个东西应该是这游戏最好玩、最有趣、最能吸引在座观众目光的。接个画面模式，没有画面啊，兄弟，没有画面是不是？对，因为我们这边机台设备众多，我们要重新接一下。哦，好，没有问题，你继续讲。哎，分享一下，没得讲，因为萤幕被拔掉了，不是？哦，是，我觉得有道理。刚好这个画面是，因为他很讲究，就是前面讲过要个人休闲嘛，嗯，为了要让自己能够有比较多的东西玩，于是他塞了从以前到现在许多俄罗斯方块系列的经典模式，旧的新的都有，那就是一种方块各种玩法，哦，一种方块各种玩法。一种方块各自表述，各自解读，对，各自堆叠。然后我觉得这模式是 LE 比较有机会获胜。太好了，还替我讲到，我也这么觉得。实际上，那个东西要靠赛。对，如果不靠赛，你应该赛不赢学大了，就会觉得，就你唯一能够赢的就是赛赢。对，赛赢他。哇，好，也不是没看过学大碗啊。有画面了吗？那有没有？有要先 先摸吗？我先摸一下，我先摸一下。那我觉得就是先让 LZ 摸个几把，然后就这个模式，然后这个选择你喜欢什么背景就选。他也花了很多心思在各种的背景上。嗯，你应该也不用练习了吧？对啊，俄罗斯方块。哦、真的假的？快速落下，就是快速落下跟转了，让 LZ 感受。真假的，我以前玩过保存的，保存哪一颗 ？L1 吧 ，L 跟 R 都可以。那、怎么快速落下？按上，正方形按上、哦，正方形，上它就会瞬间落下去、哦。上跟正方形都可以。然后圈圈就是扁嘛。圈叉都是旋转。哇、啊！让 LZ 感受一下。等 LZ 觉得自己可以了，我们就开始赛了。好，他当然也不用就是一定要马上按 hard drop， 那个东西就快速落下叫 hard drop。有人爱聊天是嘲讽你，谁、啊、说我吗？第二名，学大终于知道我第二名的感受了。哦，因为古战拿第二名，所以那个世界第二就有得嘴啦、啊、糟糕，原本就有很多的污点，又多一个，真的可恶。世界第二想嘴就嘴，哎、欸，没有，今天多两个还输他。以后可以缩嘴啦，又被缩嘴，左右反转啦，兄弟，小事情啊，大概吧，大概吧，怎么样？按、啊、你，所以他的条件是最后是比分数吗？最后就比单纯的比分数，哦，对，就是比死亡值的最终分数吧、啊。对，但是这种东西，这种模式，就是因为你会随机遇到效果，那就运气，哦，运气好可能还会加分，但运气不好，就是各种状况都来，你就GG。我也不懂。俄罗斯方块有血量的吗？不然怎么大家如果都是到固定分数结束游戏的话，不是分数都会一样吗？欸，不会，因为我们在玩俄罗斯方块消除的时候，会有消很多行跟很少，一二三四行嘛，最多消到四行。哦，那不同的行你消了分数也会不一样。哦，哇，炸弹好漂亮哦，暴龙弹啊，兄弟，真是肮脏的烟火。哦，原来是这样哦，一次消是两个，一次消是一条的分数是不同的。对，
你消一行，你只单消一行的分数当然就是最少，但如果你有办法一次消多行，三行四行，甚至做一些比较高难度，像是应该有听过 T 转这个东西吧？是的，对，用 T 转那种，它也会额外再加分。哦 ，T 转什么叫做 T 转啊？还想塞进去、啊？怎么进不去啊？卡住了，兄弟呀、啊，见洞就钻了。哇，你是不是欲求不满啊？这样都被你看出来了，按耐很久、啊。兄弟还想钻钻钻钻钻，我就塞满它，怎么样？塞满，塞满也消不掉啊！可以可以可以，只能消一排啊！你不先消上面的，那你下面开一点。哎，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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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再来一条，我要再塞它。怎么样，兄弟？你觉得现在是？可以开始实际比赛了吗？等一下，再让它酝酿一下。怎么会有这个？怎么变？怎么变这个？哦、这个其实还不错啊，我觉得。就是因为俄罗斯方块，它每一块方块都是由四片拼成的。嗯、那刚刚那边少一片，四片拔掉一片，就会变成这些形状。然后变三片模式就是。对。那为什么会喜欢玩俄罗斯方块、嗯？很简单，因为遇到所谓的这什么？键指部、键盘指挥部、啊，他只能说啊，你怎么不放那边？你怎么不放那边？啊对啊，他再讲就是那几句，所以就不会生气，就可以开心。极限就这样子了算了。对对对对对，谢谢指教，我知道放那边了，我不知道你在讲哪边，总之那边。我不知道那边是哪边，到底是哪一边？好了啦，有已。好了啦，开好了，差不多啦。好，好来来，好了，来来来来 ，reset， 来。那先谁先？那当然，你 LZ 加油，你趁手感热，你先好不好？好，你趁手感热，你先。那我们就先让 LZ 最终来个最终比分，我觉得这会比蛮久的。嗯，如果运气很好的话，对，运气很好、哦、的，这会玩到死，是不是？他那个运气好，甚至会直接帮你把所有方块全部消掉。我靠，对啊，那会算分吗？会吗？你自己也不记得了，应该会吧？吧，消除一败无成，来啊、哦！不管现在零分开始，啊，加油啊！加油！加油！不要再找洞钻了，真的。这游戏不是钻洞游戏，是不是？堆叠游戏，尽量叠，尽量消啊，兄弟。建筑学啊，上次还有幸就是看到叶子也叠了一些很有艺术风格的建筑。哦，我有看到过，对，有看到了哈。那个转跟那个落下会按错。嗯，真的。嗯，你要习惯一下，因为其实还蛮多人碰到俄罗斯方块是先碰电脑，嗯，对，碰到电脑用键盘玩习惯，反而不太会习惯去用手把，不知道那个转动感，对，正常了，正常了。LZ 开始盖了，怎么又变这个啊？这个时候你可以一次消三排，厉害吧？我原本可以消四排的、啊，那你可以继续叠啊，你继续叠嘛，少一排啊。对啊，据点嘛，起座好奇怪哦。不要怕，男子汉要有野心的。来，漂亮，漂亮 ，Terry， 我这样子就回不来了吗？可以啦，还不错啊，现在排起来。对啊，我觉得你现在蛮稳的啊，蛮漂亮的、啊。OK 啊，都还台是有棱有角，有棱有角，有棱有看这不错，国学造纸不错，造纸真的好，原来造纸是国学。这是啊，消到那个起爆龙蛋，快！你要把它消掉，不然会爆炸。没错，你要把那边填满，是不是？要把那个红色的点消除。右边、哦，炸弹就不会出现了。这里吗？右边啦，这是右边啦、啊，是右边啦、啊。有没有剑指步就会像这样，所以欢乐玩游戏，这游戏真的是是。哇，谢谢节奏女侠。那边，这边 okay, 那边，我找到了，是不是？我找到那边了，还敢不听啊？我听到了你的声音。那边？哪边？那边啊？那边？哪边啊？那边啊？等一下啦，有，这边。哦，对，真的就是那一边。怎样？哪边啊？等一下，哇，发出了惊叹声。这是消完150条就结束了，就结束了。它有两种模式，一个是 endless， 也就是无穷无尽的模式，你可以一直玩到死掉为止。那这个普通，它让你消到150张就强制结束。哦，会玩的不就死不掉吗？还是运气啊，就随机，还是运气。那它会随着你消的条越多，难度越高，就是随机的效果越夸张。不会，效果来来去去都是那几种，所以就有点像随机抽选。哦，对，看你抽到什么，好的坏的。那这个，那可能要定个时间，不然这样子真的，一场大概20分钟有。
啊，150层要120分钟，要因为你看你现在已经打快3分钟了。那就3分钟吧。我想3分钟太短，收短。六分钟怎么样？六分钟。六分钟一到我们就停了。好，就比六分钟的那一条线。他又要炸了，那里，把那个消掉，消掉，消掉。我想一下，消啊，消。我想回去发 FB 发文了。实况组都不听我讲话，真的，不这个实况组不够长啊。你不是还有一个？不行，这个那个那边放那边干嘛啦？对不起对不起，我真的会玩，这样好像有笑到了，连俄罗斯方块都不会玩，还可以当实况主。现在有这么一说，是不是？哇，这不是现在，这16年就有的。还好，只是还好，不是说不配为人了。那真的是俄罗斯方块都不会玩。你活在这个世界上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你连人都不能当了，小子，好废。哎呦，兄弟，你6分钟必须要，哎呦，我靠，好屌！对，你6分钟会看那个啊，会看你的最终分数跟线啊。好，你要眼明手快了，兄弟。叶子上次看到的应该都还没出来。我发觉他，当我在跟人家比这个模式的时候，客座来宾都会就是比较稳定一些。没有没有，运气都哪有运气都很好，是吗？都出那些小不拉几的啊，我来就，哎，拜人品啊，拜人品，真的是拜人品，拜人品，拜人品。你看你平常都不看人家，对不对？啊，原来是报应，怎么算下去？有看有差，没关系。今年之后继续不看，依旧还是不看。那你每次当客座都会尴尬一点，有够惨。都会当官主的时候都会尴尬一点。我感觉。不太妙了，是不是？感觉开了很多洞啊！你如果再来一个比较特别的效果，就爆了。就是6分钟以内喽，有6分钟以内，然后6分钟。靠腰，这么一，这是连续7个一样的方块。哎呦，777啊！777，我凉啦！兄弟不会解这种，是不是？我塞这样，请不掉，请不掉。叶子，你后继有人的，我觉得这建筑美学不错，这很 OK， 这很 OK。哦，可以可以，都中间，都中间，讲了出来的位置就是中间，真的，中间，中间跟那边，跟最右边跟最左边，还有那中间那边，左边右边，兄弟，撑不到6，啊那个会掉，会掉，兄弟，撑不到6分钟啊，真的假的？还没有6分钟啊，还有，快了，还有40秒，你再撑一下，石头会下慢一点，不行，他现在是3速。哦，有机会，有机会，那个放那边，那边，结束了，兄弟，看分数8943，好像很低耶，就给你看一下，8943，低，真的低，好，不浪费时间呐，学大打超过8943，就算赢了，好，来，那学大在8943之前挂，就算你赢了。好，那我可以导完他吗？不行，我可以先换个那个配置吗？可以啊，可以啊。谢谢你。怎么？为什么？你居然还可以改配置的？他后来更新的啦。有个人的那个，你有习惯的按法就对了。叶子今天不需要换人。有。可是还是很想要看海沙屋。再看2分钟。再看2分钟。OK。他觉得2分钟就会把我解决掉。对。我其实会这样解决。好快啊！这个游玩概念是有差异的。哪那么夸张啊？这样来开始，这个有在玩的、啊、兄弟。哇靠，他妈的电脑开挂、啊，这个有差、啊，效果来了。哎呦我靠，哦、你看你、這個、他们跟我不一样，这不同游戏啦。你这个只是硬了点啊，真心垃圾啊。这还不是最硬的。哎呦，稍微歪了歪了，说说话说说话，太过紧张。你说游戏垃圾，绝对不是效果，太过紧张。好，稳的，慢慢来慢慢来，你只要有八九多少？是八九多，8945。我是还距离很遥远。哎，你已经2300了，兄弟。从这个盖法就知道有没有学大已经预留了踢转的位置。对，哇，好猛哦，学大还想踢啊，学大转进去。好，因为转了其实 N 转，普通 N 转，对，很想不到啦，想不到，连续普通消除，没错，学大开始消了。因为下面你看它又多了2条，危险的。好像不用2分钟不好意思。真的已经6分，已经6000啦，兄弟。学大消好快啊，不是跟我说消越多那个分数越高吗？没错。可是学大消的真的比你多啊，老实讲。想不到吧？哇，9244啦，被学大干掉啊！还想在俄罗斯赢啊？然后没人帮我解炸弹，想不到吧？真的。
可以了解。学大海底币啊！哇，艾欧丽，你不会被学大看啊？真的，学大要变成你两倍分数，学大要变我两倍了，不然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学大要你两倍以上才算赢，可以吗？好，已经要两倍了，白痴！你有没有算错啊？你加16啦！奇怪，怎么听起来怪怪？不是啊，我想说给你一点机会嘛。啊，有来了，又有机会，又有机会了，机会。你说十倍可能有机会啊？十倍不行，十倍太硬了。哇，学大变成这个三，这什么东西？可以，稳的。哎呦，好会写哦！再来，莫走。行，完了，学长超越你，超越两倍啊，兄弟，还要几倍啊？先讲好啊！没有了，两倍了，已经结束了，十倍敢不敢？不行，节目时间没有十倍长，没有这么长。十倍是多少啊？十倍是89000多分。来啊！不用，我们四十五分啊，我们市场有限，市场今天没有80000不收台了，不好意思啊，请你回家，请你回家，不走了，我的工时费很高的，这个我受不了，一个小时可以60啊，一个小时可以60，差不多，玩手没，差不多了吧，干中毒了，停不下来了，真的，还可以跟 LZ 玩个那个嘛，我看我差不多，我可以先去赶场了。好了，差不多了，辛苦你了。我们到时候再告诉你战绩结果。对，没有，我看出来了。你觉得大乱斗先预测，你觉得大乱斗谁会赢？不好讲你不是说你看出来了吗？他看出来俄罗斯方块。那俄罗斯方块，我们都看出来了，这不用讲，特别看好吗？先讲啊，卤蛋可是会玩大乱斗。我会玩，可是我用小鸡鸡摇杆。你们长得80%像啊，小鸡鸡跟摇杆有差，其实长得80%像，按起来真的。好啦，压10块卤卤啦，卤蛋会。哇，他这么好吃，只值10块，他觉得你的生意只值10块钱，不错了，至少还有个10块。好，差不多。好，来，已结束。结束。好，换。那这边就是再换一台，这边就是我叶子一分，然后你一分。哎，这才是本格的男人的本格的激烈的碰撞。没错。你要真的很本格，不如我们各拿一条这个。好啊，他妈要这样子，一个人一条，一个人没有，一个人一条这个。对啊，一个人一条。来啊，要，我们要站在公平的立场上，公平的立场。没关系，我们先这样尝试看看。我真的不行，我再问你。你们先调那个，可是这个是按键设置，这应该充过。我们可能要先充，有充过电，应该是还好。我们有，已经连上了。这一条是二 P。好。那怎么样？他是打什么？不是啊，兄弟，你有看到吗？怎样？你有看到我摇杆？飘过去了是不是？没电是不是？会滑啊！我们站在不一样，我们换一下。是，我们没关系，我们先感受一下。会滑是不是？兄弟，你有没有别的？有啊，我们有啊。是左边的还是右边的？左边的。左边是架子，左边是剪，那就是我放开之后，它会继续往那个方向卡住，有点恐怖，漂移。现在还哎呦，好漂移啊，对不对？太漂移，怕的。可是它这个是，那这样可以吗？它这样躲到，你可能要先按，你要先重新要再出去设定，对不对？对。生命树上打3条血的，给你设定。我其实很不太会抓到吗？搞不太懂怎么用。我来，等一下，那这个没办法，这要去超外面。你要去最外面那个，只要离开游戏碰就好，不是吗？碰吗？不是那一个，是这个的。哦，好久没听到。你讲说解完了？没有吧？我还没全解，他的解完了，这个我不知道，这个应该没有。哪里按键吧？什么叫除？这叫除，除啊，太除了！真的好玩啊，兄弟，还不错，值得一推啊！本年度最值得的原声带，对，2000元原声带，哇，极其划算啊！买音乐原声送大乱斗啊，稳赚不赔，稳赚不赔，这个真的很赞。哦，你两只都已经接到了，是不是？对 ，OK， 那就好。那我等下也要设定我的吗？对啊，你也可以设定。我就是 CC， 那我也来设定。你设定完了？我设定完了。哦，你不用插中间那个，你觉得没插哦？插回去好了。我想说你这样拿那么开，你觉得没插？雪大 QQ 啊，雪大，我 QQ， 你设你的，达到泪流满面只能 QQ。不好说啊，其实我大概一个礼拜没碰了，有点危险。啊，已经一个礼拜了，是啊，果然只会拿来听歌。你看这个，我们昨天才玩过特训呢，还有偷偷特训呢。你是歪抓仔啊？歪抓，好，
横向炫耀，已经先偷看到它的配置了，等一下就可以改变彩排，给你设定，你就是 QQ， 我就是 CC 了，没错，来打起来，来，那就是你们麦卡贝常规战了 ，CB 麦卡贝常规战是什么？哇，听起来还蛮本格的，不错，你就打随机了，这个赛是我们自己定的是吗？就是纯粹的，没有任何特色，只是要打三条线，打三条线的。兄弟没反应啊，兄弟又不动啊，兄弟。对啊，他没有 他左边果然还是没有吃到。接上去就没有吃到吗？还是怎样？等一下啊、哦。哎、欸，这边要我记得要两边都取消，然后两边都叫出来。没错。也太那，其实有点麻烦。对啊，觉得搞事。哇，不行，他还是没有接到。你先退回最那个、啊、最外面啊。就是游戏选在那边，我记得可以直接看那个有没有吃、哦。你是说外面的？对对对啊，第四个。我看一下第四个。哦，控制器。对啊。啊，他怎么在多赌啊？他多他把它分开赌了。对。他可能要先切，他要切掉。哎，有了。有了，然后你再抓一次。按你的那个。我按我的 L 跟 R。然后按 A。OK， 这样就好了。对，你先出来那边抓就准。好低，好低。好哦，好哦。不过他那个界面到现在不中文也是蛮烦。是。你说，就他这个乱面主机系统界面，何时才要？还说重视啊？还敢说重视啊？不是，我的林克那个时候去上个礼拜有被调弱过。哦，那等一下还要再调过，又要再调。我们先打，那我们卡比是强化过的。啊，对，卡比强化过的。哦，还有这个东西啊？他这个可以很细。好。对啊，那。我看一下，因为角色也没解完，选一下。你的本命角没有吗？有了吧？你不就是林克系列出？我林克跟奇之类都有啦。对啊，钓鱼大姐，钓鱼姐，钓鱼姐，对，最会钓。母狗，母狗。好，那我们可能还是用林克吧。来啊，虽然是弱化过的，先打一下好了。哦，先测一下水温是不是？你先感受一下彼此。好，果不其然还是重量仔妈妈的。没有，这是哎呦，居然是库巴想要来个九一，是有备而来啊，兄弟，只用一库巴现在很强吗？库巴就重量脚，库巴比较不会飞。我看那个加农多夫也很猛的感觉啊，没有用到那个，没有调到。什么？你那个设定没有吃进去是不是？对，就是那个设定没有。那再调一下，再调一下。我们先那个，我们先稍微的玩一玩。我们要用拳头交流，我们肉体交流。哎呀，兄弟，从头到尾只有抓住，只用一招，妈的主角是不是？我告诉你，我就靠这招吃饭，我们就只会指令头跟摔。没错，小心突如其来的爱情。哎呦哇，又来了！哇，一直被指令头，对方是桑吉尔夫啊，又来了，桑吉尔夫啊，这指令头危险的、啊，指令头小鬼夏都。哎呀，你去哪里？视力彩真的不好搞。跟你说过要来个激烈的肉体碰撞、哎、啊！直接九一，不是我不是，还想搞九一一啊？哇，直接进九一。哎，你这个下次不如我跑。哎呀，林克这一招真的是很强势，真的。哎，跳走了。你想干嘛？小子想干嘛？没有，你是想打那个彩色的圆圆的？我只是想要走来走去而已。哎呦，不准！牛逼！不准！你坏坏！你坏坏！你坏坏！劝你是不要！小心！小心！哎，小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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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算你会！哇！小心啊！算你会啊！算你会！还有火箭弹啊！噗！哦、欸，你怎么没出去？欸、我怎么没出去啊？学大，你要不要出去、啊？学大要被摔人啦、啊！学大，学大别闹了！要不要来？好大的串烧啊！哎、欸，怎么样？哎、欸欸欸，不要！不行不行不行！哎哎！哇！超级飞机天道，好猛啊、哦！差不多就是这种心情、啊。会瞄会瞄，那我们来好好的，好把设定跟设定调来来，极度不利，道具不利。哎、欸，要帮我按一下，按 A 两次，热线调出去。OK， 哇，这游戏就是这么夸张啊！他叫你打架，你开飞机啊？不是啊，叫你拳头互撞，你一直敲我、啊。我想要拥抱，不利啊！对，来，这边要设定一下那个，
我们这边也是板桥。板桑板桥有一点距离、啊，台北板桥。哎呀，那个在哪里？你在找刚刚设定的那个？对，而且其实有那个有挑战者可以打。我忘记那个角色能力在哪里了，在不是 ，no， 不是，他是要去命魂里面改吗？还是不是？他可以，他有这种设计，在更多玩法那边吧。对啊，我记得好像更多玩法，角色设定嘛，与胜乱斗啊，好，可能是训练，应该是训练。你每个模式都玩过了吗？我吗？对啊，没有啊，命魂真的是太花时间了，哦，打不完啊。对，命魂其实算超花时间，不是对打吧？对打吗？不是，哎，不是。奇怪，我就记得在这。他到底是在哪边设定？我没有忘。他有一个设定可以进去，可以就是改每只角色的强弱这样子。对。嗯？选项吗？大乱啊！对了对了。哦。有了强度调整。终于想起来了。你刚刚都赢成这样了。真的菜，可恶！难怪刚被摔这么痛。道具啊，没有，这是其实调伤害而已。对啊。哦，他是伤害，他是伤害，他只调伤害。难怪刚刚被你刀挥了，觉得好像好像痒痒的。对。这样吧，全部都 对，全部调回来了。公平。开打。来。要储存。那个现在是不平等啊，现在是卤蛋让分，用那个小不拉几小鸡鸡手法，没关系没关系，这个就是大家努力。那我们就直接九一他三条命结束。我觉得只能对你九一了，来，我们挑五命了呀。好，就这直接这五命了，什么都不用管。好，这五命结束就是结束，无需多说。对，就是一要九一就九一，要九一就一，然后就我们就打最基础的战场。好，还是你想随机？你有想要的图吗？打战场啊，本格战斗，本格弄道具要不要关啊？本格弄互撞，想不想关道具啊？不用不用，我们就这样玩。好，啊，记得调遥感了。你还没把你的设定叫出来？你的设定，你的设定。玩家一，我是 C C 吧？对，你的是 Q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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ink Rink， 可以啊，选你喜欢的了。选你所爱，爱你所选。我其实这一代真的很多蛮看起来蛮不错的角色，真的这一代很爽。大心动，而且消息一波波放出来，看着都醉了，真的很。但然而，我们还是护吧。真的。我按错了。Go go， 开打。可惜没有阿尔卡多。阿尔卡多、可是他模组整只都做出来了，做得掉他那只那么完整，就不能选出来一点点。我觉得其实蛮可惜的。哎呀，解锁我的爱。果然还是回来只打摔头，而且 还有好多钢体，兄弟，闪屁呀、啊！哇，还给我闪啊，还敢闪？兄弟，气气啊、想跑？开玩笑，开玩笑，哎、我靠，要开玩笑，好朋友，又想叫人，准备把兵打掉，哇，小小鳄鱼啊，你在？喂谁谁呀发谁喂喂喂回来了吗哎呦有滚Pokemon get on that day 哦完蛋了这家伙看起来不怎么样摇手指屁呀他把那只用掉了太棒了太棒了摇手指就是牛逼等我是不是你在那边嘿给我下来下来不是不是打力回咯哦出去了说无敌无敌你这个无敌仔我刚是无敌我以为是那个小心跑不到不行不行不行哈哈哈哈太远了真的是死肥子死肥变成小鸡鸡你以为小鸡鸡不要你才屁股痛小心屁股痛啊这个陷阱哇小心变成陷阱仔想抓哇你这个荒野仔荒野的林克中你这个荒野仔哎呦进入状况开始糟了糟了这家伙小心哇这家伙开始有点小心不小心怎么过不去哇林克的剑尾好长啊哇回旋斩开玩笑对空连击然后再被打飞哇好粗啊林克啊对空连击怎么那么搓啊是不是你开搓啦、哎呦厉害吧只能九一一了
喂，那什么？丢喂，那什么？哎呦哇，那个是炸弹、啊，原来是炸。接着我的。可恶！哎呦，大刀王五啊，这拿到啊！想不出来了，是铲子骑士。惨奇，哎呦，你是想软土生绝？哇，哎呦，把它埋进去了。哎、欸，二打龟，二打一啊！哇，三打一啊！砰！哦、哇，飞出去了！太过浮夸了，救急道具仔，真的太过浮夸了。这个游戏的战斗可看性很高啊！哎、欸，那个是什么？哇，是超级吹风机。学大哇！你钢铁化嘞，滚滚！哇、哦，他在乱吹了，他乱吹了，他不定时坏。我、哦、可恶啊！学大啊！你是不是又想？哎呦，我知道你想。还好我跑得快，学大这个很好用，想吹风啊，小子。下棒啊！还跟着风跑啊？拉西斗是不是？拉滚！哎哎哎，太极喽，年轻人，哎、欸，可以，太极喽，还对空连，太极了，年轻人，真的很急，嚯，斩，哎呀，我还行，小心，不行，天哪、啊，哇，学大，好像我相对的，你是不是有点强啊？你好像有点强，好像有点强，好像有一点，你好像有点强，还有接，一穿三，学大这个是这个很好用的，这是黑洞。而且学大，你走到你拿炸弹，我要一直砍你了。被不死，学大，觉得被屌虐。学大那个小心，哇，是一只小鸡鸡，鸡要来了。哎呦，你跟鸡特别有，哎呦，它会啄人啊、哎！我的天啊，学大 ，Pokémon 没有出来 ，Pokémon 没有出来，对啦，你听我说，啊，被钻出来了。鸡鸡，哇，这边真的都是鸡鸡啊，学大。呼哈，漂亮，输了吧？险胜，哇，险胜，太过厉害了。不是林克对空斩真的狗，到有够最狗，真的狗，猛哦，狂挥。谢谢学大，谢谢大。厉害。值得尊敬的一战。哎，吓，这激烈肉体碰撞，哇，这很好。好紧张，爆不够多次，应该再多爆几次。真的，我觉得真的是蛮好玩的。你觉得自己下去打，真的刺激感蛮够的，对不对？这个很适合大家一起同乐。这个就是一对一的战斗，真的很刺激，感受相当不一样。压力，以后再办个麦卡贝杯好了。可以办，可以，这个感觉办得起来。可以，我们先找赞助商。我好想吐啊！干打到突然很想吐，太激动了，太激烈。你缺赞助？你说找赞助商，缺赞助商吗？对，就是这个了，好不好？赞助这个学大杯，OK， 好不好？怎么样？学大杯是不是？以后我礼拜二就办一个学大杯，虽然我不在。学大杯，然后一样，那林克七战连续出场二十几次，现在比较除的库巴算一个，然后迪迪康。滴滴钢、西斯会跟刚刚的林克，不过不变的原则啊，大乱斗这种东西，有剑先加五十分。对，其实是、真的是吃距离，距离太吃香。你有距离的特殊攻击是比较强，所以西斯会才会比较强啊，因为他那个钓鱼可以用甩的，还可以放在那边等人家远则上钩、啊哦。我的天哪、啊！而且他抓技比人家远，你有注意到吗？有，他那个距离非常的选练得好，这个练起来绝对有可能。西斯会就是一个超级摔跤脚。对，好了，差不多了，终于是结束了，相当危险。欢乐时光过得好快、啊，真的。下一次，你知道吗？下一次这个节目就要收了。有听说？刚刚好，有听说好快。可是既然在最后倒数的来宾是你，我觉得还蛮开心的。哎，因为我们其实很少聊到天，是哦，真的，今天特别请到，没有，因为一南一北嘛，我觉得这种机会难得啦。是啊，有想过以后要到台北发展吗？然后我又不想跟你讲话，你林克就狗、啊，也不想跟你讲话。我只是喜欢对空斩跟丢飞镖啊，你就那三刀，靠那三刀吃饭哇，真的是吃饭机啊，没办法，真的是吃饭啊。但还蛮荣幸的、啊，其实就是因为。闻到这个消息，可是不知道是真是假，直接上来，结果还是很遗憾听到你说。我觉得还是要好好跟大家讲，我们真的差不多了，谢谢大家。
好，謝謝，那就差不多到这边，感谢感谢感谢，看有没有干爹，你们今天有没有给？哎呦，哇，蛮多的、哦，因为学大就超多，学大不错、哦，那消费仔不用看，不看了，学大看我超级包小叶奇还是？阿尔法米欧到底是什么？叫贴图的英文单字， oh, 把它用的那个希腊文字念法念出来， oh. 就很故意，你知道吗？真的是卤蛋看我阿弟啊，是扎瓦卢要扎瓦卢的，你看拉德尔教的，你的死对头，白痴哦，他是你的死对头，不是，不要这样讲，事情也不是这样子的。好，那可能大家有点互惠，感谢这个这什么食服皮肤，那知道你念皮。我不知道，皮肤吧，皮肤啦，哥，皮肤的，还有佐藤原，好不好？叶子最漂亮。哦，这个我知道，这是从里面传出来的，我觉得超好的。不是很昂基，对，那个用 Google 念出来之后会变得蛮好笑的。昂基是吗？昂，对对。啊，真的假的？不会这样子啊？会变成这样？我觉得杨姐居然会唱歌，我觉得其实蛮有特色的，好猛啊！好，那学大看我吧，还有 Mike Tai， 感谢各位，差不多了，这就是我们最后的抖内了吧？最后一集搞不还有啊？是吧？好，那总之就是到这边，这是学大的，非常感谢各位。哦，你的这个取得很难拼出来。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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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ees to end my master 三。我以为我的已经够复杂了，你的比我还要复杂。你就是那个 T 什么什么东西的，就对 T three 哦，取名字真的很重要，对不对？有辨别性啊，是论起这样至少也很有特色了。好，差不多。啊，敬一滴，敬一滴！感谢，感谢，感谢！终于是真的快要结束了，各种意味的结束，对，各种意义上的结束。结束好，差不多就到这边，感谢各位观看，大家晚安，拜拜。